大家好，我们是新小福。好，唱歌吧，我们就唱歌吧。不想你别忘。
太棒了！流行音乐界有 S.H.E 女子天团，民歌界有七小福女子天团，千万的团。刚才那些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是谁的歌？我们今天选这些歌，就是要向我们这个七小福里面最有才华的台少梅姐姐。有没有很棒？太棒了！是的。我们是唱着他的歌拿到歌唱比赛冠军的，谢谢小梅姐。所以你们是，谢谢你们唱的都好听。所以你们是听小梅姐的歌长大的。那我们是看着小梅姐长大，弹琴长大的，对对对，一起长大的。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和声呢，都是由我的搭档小南方写的。来，掌声，好听吗？他是第二有才华。对，我刚才前面有说过，两个女生的二重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句句都是血和泪。七个女生在一起唱歌，就是台上一本《甄嬛传》，很辛苦，但是我们非常开心。我自己也要说说话，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开心。本来呢，大家说要唱我的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，不敢当哦。不过他们都说是听我的歌长大的，所以呢，我也没办法，所以我就趁一切都来得及，我们就虚心的、开心的来享受这一切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呢，也是非常好听的，我相信台下的朋友也会唱，不过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，我们带来这首《芦苇》。